来了新武器，弹簧弹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玩的是 VR 愤怒房间。今天我们来换个模式来挑战，进入主菜单。前期我们玩了自由模式 Free Mode， 本集来个挑战模式。挑战模式里边分很多关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玩具武器、忍者武器，我们今天来一个玩具武器。One of the other facilities had an experimental souvenir store. 按钮 feels like a butterfly and sting like a bee. Doesn't actually give you the ability. 我的天哪，有没有搞错？用拳击套来对付狼牙棒，来，起来，来吧，让我们一决高下。快，哈，起来，哇，碎了，斧头，左勾拳，又换了武器，这是泡沫手指吗？我的天哪，哇，金也换了，这是木乃伊机器人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还有声响，爆掉一个，我在这里，靠，靠，感觉这个没有什么作用啊，挠痒痒吗？这样可以啊，用手指往下打，先把无人机干掉了。哦，我们要以退为进，边刺边打，来吧。哦，趴下，睡了。我的天啊，我用泡沫手指，他用斧头，是不是不大公平？葵花点穴手，专门点穴的，来吧，点穴上下起点，哦，嘿，还是跑。切菜打法，噔噔噔噔，敲鼓，嚯，哦，武器掉了，嚯，嘿，哎，来吧，起来。继续战斗，哦哦，哇，太难了，这个武器，我的天，来了新武器，弹簧弹弹掉了一只，弹，离近一点，弹，起来起来，
好，我弹簧圈一手。冲！绿色的。三二一，准备！再来，打他！跑！打不过就跑，打不过就跑。哎，赢了！那么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等下期视频再见。